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, listen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 FM. W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, yeah. 只想听音乐。Hey, Hit FM 官方 APP 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Hit FM 夜猫 DJ Dennis， 为你送上这个星期的 Hit FM 中文强力推荐。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杨丞琳 Be a Star 演唱会，11月6号、7号、8号的小巨蛋要登场了。有演唱会，当然有前导歌。杨丞琳早期唱中版可爱教主的那种噔噔噔的 mid tempo 的歌，那后期呢喜欢抒情摇滚和冲很高音的慢歌。最近呢，他跟 OZ 合作一首 Love Is Love， 看起来他的 R&B 跟 Hip Hop 开窍了。这首 Bad Lady。好像是蔡依林歌，好像是萧亚轩的歌，但是杨丞琳唱得很好哎。找个另一半，再爱个无价宝环，我敢。怪我运动裤的什么外套，乖乖的弟弟，别让我伤心。管我怎么哭笑，怎么撒娇，我不做自己，谁做我自己？ Bad bad lady， bad bad lady， bad bad lady， bad bad lady， 要不要 bad bad lady， bad bad lady， bad bad lady。天哪，林俊杰好久没有发片了，上一张是2017年伟大的渺小。对，昨天也发一些单曲，像 Stay With You 无滤镜，将故事写成我们等等，但是就是没有大碟啊。好险在金曲奖他跟黄玉祥、苏子英合作了两首歌，一首是一千年以后，另外一首在这里交换余生。你说新说唱火红的潘玮柏，真的好久没发片了。据说呢，他唱片在去年年底在那个罗斯福路的 Future Song， 他制作人纪嘉松已经做完了，但是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 delay 一点点。那当然，最近在 Hit FM 有听到很多单曲啊，像《爱你三千》，像《第二顺位》，像《To Be Loved》。Moonlight 这边首新歌，巴比伦，你很喜欢他好多呼吸的唱腔，来 ，Like this， 巴比伦。为我自己，难道等着别人为我？我争，我斗，我抢，我夺，让活更多。嘴脸化为毒，就啃着腐肉，不抬起头。无理的道理把我压制的不能再呼吸，被想的锐利，道德矛盾的到了天衣武器。越成功越有出息，却得活得不顺心绪。聆听我的告诫，逃不了罪孽，前人都有罪，生命之约，你注重轮回。我弥漫腐化世界的气味，困在那座巴比伦糜烂城市内。Everybody get up, everybody get up, everybody get up, oh, now say goodbye. 巴啦啦，哦哦哦，巴啦啦啦，哦哦哦，巴啦啦，啰啰啰啰啰啰，哦哦哦，巴啦啦啦，哦哦哦。
你知道王敏纯是谁吗？她叫 Chanel， 她是李翊君的女儿，是剪厂的女儿。她从台湾直接转学伯克利音乐学院，打鼓、钢琴、编曲、长笛都很厉害，歌也唱得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上网找她的小型音乐会，真的作态多艺。她制作人是严爵，她退居幕后之后做音乐 MV 拍摄，一个人全力打造王敏纯。如果你喜欢严爵，听听看这首《没事别来烦我》。决定跟你是拜拜，没事别再联络，没空听你的心理由，该懂是不懂，太直了才懂。要是你想要跟朋友说我错，你比较好过，请尽管去说。你已错过了我。如果你没事别来烦我，如果你没事别打扰，如果你没事别来烦我，如果你没事别再闹，如果你没事别来烦我，如果你没事别打扰，如果你没事别来烦我，如果你没事别再闹再闹。金曲奖看到蔡依林压轴颁奖，有没有很兴奋呢？果然有好消息登场了，她即将重新启动 Ugly Beauty 演唱会。上次台北小巨蛋跨年时间吧，哇，隔了11个月，在11月跨感恩节周末的2个周末，在高雄巨蛋 K Arena 带来 Ugly Beauty 演唱会。她的舞者为了她要隔离4天表演给你看。这边有新歌释出了，就是今年在小巨蛋 Ugly Beauty 演唱会 Live 版本。吴青峰跟蔡琳合唱的《倒带》。终于，而你总是太晚明白，最后才把话说开，哭着叫我留下来。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，我们面前太多阻碍，你的手却放不开，宁愿没出息。FM 中文强力推荐，我是 Hit FM 夜猫 DJ Dennis。 礼拜一到礼拜五11点 PM 到2点 AM 陪你听歌，